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方舟公园啊！这一次呢，我们准备要进入我们的战斗模式了。好，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游戏的战斗模式到底是什么回事。那后来老头发现呢，这个游戏呢，现在目前还在新手教学，所以说刚刚老头又重新体验新手教学一遍了，实在是有点麻烦啊。然后在这边顺便跟各位报告一下哦，有人会说听不到 NPC 的声音，那是因为他们站太远，我没办法处理哦。那以及我的声音的话，老头的声音尽量会稍微做一下，就是增幅的动作啊，不然的话你们好像听不太清楚，没办法，因为现在这个声音不是用原本麦克风的声音，是用那个 HTC Vive 里面的麦克风哦，所以说可能音质上会有一点差，所以说各位。可能要稍微体谅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么废话也不要再讲太多了，我们直接开始战斗吧。好，我们要去我们的极境森林，简单模式，没问题，进入。啊，我觉得这没有意外，应该会是守塔。然后，塔，这跟那个之前试玩版的时候是一样的，有没有？这座塔在这边。好，我们打开我们包包，把我们的枪给拿出来，太棒了！来吧，就由我们单只手来解决这些恐龙儿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没有人可以超越这个地方。What happened？ 哦，现在还教学，瞄准恐龙做攻击。Yeah。干什么东西？哇，软掉了！美和龙软掉了！我记得可以装子弹啊，子弹怎么装？我忘记了、按住吗？也不是。哦，好了，我知道你要来，快点！这真的需要眼力耶 ！Oh my god！ 这个是导弹龙，导弹龙那里家。装子弹怎么装？我怎么顺过来了？我可以在这自由移动啊！那就还好。那我在这边好了，那边等你。我弹你！哇，居然是！哦，弹起来了！别打我！好，没事啊。好，非常好。那个叫什么来着啦？新尾兽用滚的、是四机龙。我有血量吗？我是没血量，还是因为我现在是新手教学、我现在新手教学是吧？所以没有血量这种东西啊。感觉没有那么，我觉得应该，哇，三角龙。完蛋了！远远的就要先牵制你啊！别！奥利瓜！吓死了！胜利 ！Victory！ 谢天谢地！一开始我以为咱们没可能的。0.3333幸存几率。My hero, my hero battle. 新手教学就这样结束了。原来这么快就结束了，那我上一集应该直接就把它这样子结束掉才对啊！真的是，好吧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单人剧情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体验一下我们单人模式吧。新手教程结束了，我们去单人。哇哦，这样要创角色吗？双臂，跟着图片上的指示进行动作。张开你的双臂。右边的扳机键。校验成功。有。哇哦哦哦哦耶 ，baby， come on， yeah， check it out， man， 干也太好笑了吧！我跟你们手无足蹈有没有？我的手居然 Holy shit， 打自己的脸！这个姿势其实
还蛮老练的。我说，哦，没有，我只是手比较酸而已，抱歉。秋生，秋生，甩手舞。哦呀！好，那可以选青年，是不是？我的手是正常的吗？对，是正常的。我们选成年好不好？我成年看起来好像德瑞克哦，就是那个秘境探险里面男主角，成年的。不要理我，抱歉，我错。好了，你看他人挡住他的名字了，这叫艾维克，是不是？还可以选女生嘞 ！Oh my gosh！ 呜，丰满。干完蛋了，我被编了。I'm sorry， 不过我觉得他这个建模贴图有点丑，就是了。肤色欧郎 K 哥，发型哦，还可以这样搞哦，有牛仔的感觉。哇，这个头是怎样？直接给你穿泰克装了是吗？可以穿泰克装吗？哇靠，这也太帅了吧！等下这只是示范吧，我该不会没有这身装备？我觉得这只是示范。Yeah，Put your hands up，Put your hands。好了，不玩了，我觉得这样玩到后面，啊，大家觉得我很靠北，还是算了。我们把我们的头盔拔下来好了，这样比较帅，有没有像钢铁人 ？Iron Man。好，那我们名字要去取什么？啊、名字只能随机啊，不能自己取啊。卡佛、奥兰什么？哦，被挡住了、啊，怎么办？我可以站后面一点吗？好像不太行哎。库伯是库伯吗？完了，完全看不到。哦，卡佛，哦，叫卡佛就好了，不管了。嗨，你好，我是卡佛。哦耶，呵呵呵。哇！我来了！欢迎来到我们的星球。耶、稍后你将可以乘坐水晶号列车前往公园。哦，原来我是另外一位乘客，那我自己要这样坐进来就对了。好，启动。不知。换汤不换药，只是换了天气而已，没了。好，我们快到了，终于。亲爱的，耶、yeah, ，我来了。欢迎来到方舟公园。哎、欸，是。我很荣幸能够向你们展示这个星球上的奇观。Festival。享受欢乐时光。Nice。那我们可以选择探索霸王龙的密林，欸，能探索的地方好多，哦，飞龙台，这个应该是 DLC 资料片的东西，有没有？上面写 DLC， 没有车的。探索是这部分嘛，基础我们可以去林中小径改装东西，啊，战斗简单普通，困难简单普通，哦，死亡峡谷，哎，吸氧哦。看来我觉得我们先去一下林中小径好了。好，换装、锻造跟驯养，我觉得应该是不有东西可以让我们做。不过我们还是先进入看一下好了。然后我觉得到后面我们应该要去探索，因为我们没有东西。啊，换装换装，哦，哎、欸，我还真的穿这样子哦 ，Oh my god， 哥还真的穿这副德性哦。我以为啦，这只是给你展示用的，好吧？那我真的还蛮帅的。突然觉得自己蛮屌的，什么？我们要解锁这个呢？需要什么？他没有讲，但是上面写12，我觉得应该是 DNA。哦，刀类、枪类、手榴弹、手哦，手的部分，基因啊，他缺基因啊。原来我们要去挖一下基因，才有办法那个啦。这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。赠送一个恐龙蛋孵化台，可以得到一个仿生机械霸王龙。哦，购买方舟 Take 拓展包可以解锁。哦，又可以解锁，要这霸王龙吗？普通三角龙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来玩看看一下这个，好不好？哦，把它放到我们包包里面，太赞了！哇塞，然后再抓一只三角龙出来。可是我们好像没有果实的样子，哎、欸，不能放，为什么？太多了吗？哦，还真的。不过这家伙需要13分钟，我的天啊，需要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段时间我们还是先去探索弄一点食物给他吃好了。
好不好？不然我们家的这一只什么声音那么吵啊？好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一只应该是会饿死吧。好，没有买 DLC 就拍谁啊？来，我们去探索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试试探索一下。好，我们需要这些东西。我们可以在这边扫描一下精英，来吧。好，我们来了。这个地方跟那个当初的那个一模一样，没关系。哦，可以直接看得到哦。哇塞，这样摄取得到吗？哎，那是鳄鱼吧，对不对 ？Oh my gosh， 这只哎，青蛙可以吧？这些丑陋的小东西啊，是泰坦巨蟒最喜爱的甜点，把它捡起来好了。哦呀，跟当初一模一样。好，不管了，先丢旁边。哦，它就还是一样站在那个地方。小石头，小石头，等一下我撞到东西了。我要把鳄鱼弄过来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快点，快点！哇，有帝王二解锁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然后这里的话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边有一只，这是可以拉吗？我记得，我印象中这是可以拉的。哦呦呀！扫一下，扫一下，收集失败。有有有有有有，圣甲虫，圣甲虫，战战战战战！来。在睡觉，扫一下，谢谢。Hello， 哦，你看起来好像心情很不好的样子哦。哦，嗨，你好 ，Hello， 他不会攻击我，还好。哦，这扫过就扫过了，扫一下鱼。哎呀，一直跑啊，扫不到。怎么感觉好像没给什么样子啊？刚刚没有给呢，哎，可以摸它，哎，它很舒服，有没有？扭屁屁，哈哈，还给我扭屁屁的哈，有加三加七，哦，还给蛮多的嘛。好了，再一次鱼要怎么抓啦？重点，来，我来试一下哦。等他们游过来，就给它抓起来。就是你了，这小家伙，来来来来来，我需要扫描你啊，这小王八蛋。有一个枪击鱼，哎、欸，给你吃，给你吃 ，take it ball 啦，拿去拿去，鱼啊，你有什么意见啊、哦？那只在睡觉的，我给那只在睡觉的好了，困嘞，睡得那么舒服，这可以剪吗？不行。算了，那只鱼就放生给他好了。我们离开这个地方，然后记得这边可以引出一条蛇。那条蛇要从哪里引出来啊？巨蟒，我们把那只青蛙放那里，决定了。青蛙大哥辛苦你了，青蛙大哥，这里哦，来，我要扫描。哦，来了，扫扫扫扫扫。哦呦，超大一只！啊，为什么不能扫？哇，把它吃了 ！Yes， 两个 DNA， 好，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吧？还是说没了？哎、欸，果然真的没了、欸。就这样子探索完毕了吗？貌似探索完毕，没有路可以走了。这是这一个小部分，霸王龙好像是另外一个部分啊，我搞错了。好吧，这边探索完毕了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以稍微回去一下了。Nice， 我们带了各种 DNA 回来了，可以解锁。现在有八个基因，我是觉得我们先解锁我们的这些啊斧头跟火把之类的啊基因嘛，然后再六的话，我觉得先弄一个石斧。石斧要不要啊？因为拿来砍其他东西，先解这个好了。这可以先拿下来，放在上面。好像我靠，我们材料不足。哦，还有这个、哦，
感觉完全都不够啊！解锁你们还要这样放上去，给他用 3D 打印机打印16个木头啊、哦、啊，20个木头，10个石块之类的吧。所以说我们还是节省资源，我们还是先解这个哦石斧。我看下石斧要什么材料，要的材料也是非常的苛刻。好，那我们只能默默的离开了，去看一下我们的霸王龙多少了。一直是跟我讲说我离开这段期间不算的意思吗？好像只过了十分钟，还是我真的就只玩了十分钟？算了，我还是去别的地方好了，我待会再回来等你好不好？如果时间有继续推算的话。哦，这谁啊，这么酷哦，骑着一台车子我可以上去吗？我可以耶。哇，这是侏罗纪公园啊。哇塞，这个地方过不去，这里过不去，可以。我们没有火把这种东西，好吧，没有火把这种东西算了。我觉得那霸王龙之后再想办法花一点时间等待好了。哦，我知道你们很想看啊，但是这需要时间啊，到时候时间到之后我就把画面带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上去了。欢迎搭乘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，并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保持冷静。哇，看着点路，听我的。哎呦，别给美颌龙喂食，他们什么都吃。好哦，你的手指，还要吃我的手指。天哪，哇，窜出来！哇哩嘞，车，他又站起来了。他在害怕。哇塞 ，Oh my God！ 一进牢笼 ，Oh my God！ 我们离开这里，快走快走！呜，哇嘞，太刺激了吧这个 ！Oh my God！这边可以玩吗？玩你的车子好不好？前面的剑龙，快挪动你们的大屁股！哦、你不要乱自言自语，那个机器人。哦，没有人想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好不好？闭嘴，请你闭嘴。我越开越快了，要求不接龙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该扫描啊？三角龙了吗？若不是我速度快，我都忘记扫描了。啊！不是吧？又来？我们来了。接下来有点颠簸。来。哦哦，这个马路没有扫到。什么情况？这根本不是牛龙的狩猎区，他们还在后面吗？呼，大家还好吗？没有在后面。别担心，有我在。那边有一只。车很能扛的。真的假的？我、哦、靠，我头晕了。你开车。三百万元的保险。哦，我突然觉得有点头晕了。接下来不会遇到什么恐怖的事了。别挡道，这些副阶龙和雷龙很和善，不会主动踩你，也从不鸟你。哎呀，你从不鸟我啊！闭嘴！啊，好大只哦，太棒了！我这边拿一把枪好了、啊。有完没完？没有子弹哦，怎么回事 ？What happened？ 那该不会是霸王龙吧？拔山倒树而来？哦，没有。雷龙哥，别踢你的头啊！哇、哦！该死的雷龙，哇、哦！跑这么快，谁在咬你的屁股吗？哇、哦！霸王龙在那边。靠边，我头好晕啊！那是南方巨兽龙。巨兽龙！哇！扫到了，扫到了。我要往后看。啊！好妖羞。我的头还在吗？南方。别骗了，大家伙！下次让你看看人类的可怕。真的吗？感谢大乘，祝各位在接下来的旅途中一路顺风。要许哦，南方巨兽跑那么快，我都不知道啊，他走掉了。接下来我们干嘛？哎、欸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就这样子。等一下，这个关卡是不是有点太莫名其妙结束了？太久了啦，怎么办？我们这到底要到民国几年才可以孵化完成啊？十三个小时？你现在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十三个小时？你要我花十三个小时在这个地方？我刚刚以为是十三分钟啊、哦！太棒了！有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快一点？好吧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啊、哦！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系列？总而言之呢，我就是已经尽力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游戏呢，我是觉得可以体验了，但是。太拖时间了啊！你看那一只13个小时，不用说了，我可能只能明天再继续拍我们的机甲霸王龙了，好不好？那请期待下一集啦！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啊，结束啦。
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学会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方舟公园再见面的吧，拜拜，再见，拜。